哟，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。Yes， 我的孟加拉朋友阿康又来了，来欢迎欢迎。耶、yeah! ！最喜欢这环节啊。听说孟加拉下面的舞特别大。OK， 说出来，今天统一啊，讲多钱？真的没？真的。说给我们看。一万个赞呢。哎，OK OK， 一万个赞。阿康下面很大，你就来，我再来，还有破一万个赞，一万个赞啊，拜托，两万啊，直接两万啊，两万好像有点难呢。那么废话少说，来。白色的，我看到了，你看下头哦，在地下一个样子，那个人在退后，慢慢走过来，哟。是我撞啊！不要用撞啊，更加惨了！不要去惹他的。他撞了，他撞了，他真撞了！你怎么这样撞？谁在喊？车的人，在车上。退后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退后。你看他这样走过来，快走！走快，走不讲快哦！他叫，他在叫，他叫，撞他了！如果你在马路上遇到这种，你会怎样？我直接走，我跑哦，我不要那么多，我都跑哦。哦，对哦，你是讲摩托的，对啊，你不是通常脚踏车比较多吗？换车了，其实我是脚踏车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哎呦，这是真的，世界上真的有鬼啊！不要玩，我讲鬼居多啦。妈的，还要把你看得很重，重有点。都黑鬼。有什么？我你眼睛真的很够力，可以看到恐怖吓到我一下。哇，你眼睛真的是厉害啊！你这么去偷窥人家？就是我，可是我看到好像爱因斯坦呢。什么爱因斯坦？有什么逻辑？我看到好像呢，怎么这样子偷窥人家？他羡慕有一个家庭啊。你会不会这样子去偷窥人家，觉得人家很幸福？会啊，有时候问我有点累哦。多久没有看你妈妈？不久啊，久没有看了，要拍了，我不下去了。哦，叫什么尸体啊？不懂，可是很好看，看你，哇，这个我被吓到啊！我下去啊！真的，你不可以离开我。你两个也。什么药？我你啊？我还很像猴子哎。可能是猴子哦。什么料？什么料？哦，日本料！哦，日本料！声音！我跟我心情一样。哇，这个恐怖！我们会不会在这里心脏病爆发？年龄已经到了哎，一开始以为是猴子，后面好像不像，有喊，你有听到？有有有。哦，我觉得不是演戏，没有懂，没有演的。喂！哥，我不打，我不打，我不打 ！Oscar！ 求求他，求求！我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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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打！我不打啊！哎，没有了，哎。还好啦，吓我一跳。这个又是你演的，又是我演。你赶紧跑过去，我猜是。哎，不打，哎，不打，哎，不打。哦，拍的那个是你啊。哎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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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走。你这是什么玩意？这是一个树洞。哟，那个人的眼睛看，有个人在里面看。
是眼睛咩？动物啦、啊。那看到人的眼睛啊？可能是你的家。以前你不是住树洞吗？对对对，我家只搭下没哈。厉害耶！你会把一个树洞变成一个家。是啦。省钱哦。对，传统啊，四川的这种东西。山洞，山洞。山洞有这种东西？我。Meaning that. You. What?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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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ter me. 你看眼睛吗？他看着你嘞，盯着你啊，就惹他了。走啊，走啊，走了，不要再拍了。哇，你还真敢拍的，你还真敢拍呀？这年轻人不杀死。انت مين؟ انت مين؟ كم بوي؟ شو حكيت؟ جوي. 哇了！哇了！眼睛啊！哇哇，很靠近哦。搬一下，你搬一下。你这样扮演比较多一点。哟哟，你看到吗？看不太清楚。哟。走，来踩下去，下去，走，不要，走不要，踩下去。狗在叫，你懂通声，狗在叫。哟，看到吗？很像嬷嬷。啊！好好休息一下，镇定镇定，一下子看太多鬼片啊。下次我要带金属来，全部放在前面。怎么？那是印尼吗？又像马来西亚的，我们国家是。他讲马来语言了。还有吗？哎呦，我不敢看，哇，我被吓到、哦！突然间这样尖叫的，哦，够了。我看到一次，看到一次。OK， 来啊！感谢你留。OK。看，你看，哇，我真的被这一幕吓到，哇，一个人头一样。对，第一个啊，够恐怖啊，这个人头。啊，可是要去拜拜神。没有，真的要拜拜了。Amy。喂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哇老，我的妈！有守卫。守。喂，耶，跟过去吗？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，又来了！躲在下面，我躲在下面，我将快给躲在下面了。又来了，又中！哦，好彩，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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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又很怕像刚才那样。对啊、哦，放过我！都是跟一大堆孟加拉鬼住，你还怕吗？明是孟加拉鬼还要怕，孟加拉鬼很便宜啊！哟，中！有，有人开门。哟，我靠！靠喂，这个样子。靠。冲进去了。我觉得他是万圣节，然后他打扮，他准备回家，然后他打扮到像鬼一样。对，被发现到，马上到。嗯，其他是人呢？我，有你。我又火焰。这是他买了一个家。Oh my god！Oh my god!
他讲他买了一间家，然后他的地下室，地下室相关东西，他一开炮，你容易飞过去哦。很明显就是你住的啦，以前不是每天住人家的废弃屋子？对对对，就是我多树洞了，然后现在住是那地下室，是我有点怕，有点这样。你通常住哪里比较多？其实你家。恐怖，天天贴一家天花板，每次天花板空空空空剩，我觉得是老鼠租金。租天花板你要租金啊？捐金可以吗？很可爱的 baby， 可爱可爱可爱。哦，还在看电视机。Lisa，哎，快点 ，Lisa，look at， 哎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小孩子。Lisa， 快点。很明显，主人那种拍 video 的人还没有发现到。嗯，如果是拍到的话，他就会想到了。嗯，有道理。猝死了。嗯。哎呦喂，看了、啊，你看到吗？有，我发现他们的上半身。对。白色裤子。喂，真的是没有上半身嘞。透明人，他应该是吃了一个透明的药，然后就偷回人家洗澡。这是超时间的。像世界上有透明药，你要吃吗？没有。吃了你会做什么？偷回你洗澡。我都以为偷回我洗澡。谁有懒觉很大条？但是你可以不要偷回我洗澡。我最喜欢懒觉大条了。哇，我越来越惊恐怖。阿哥，为什么他跳舞？就跳舞。把他跳舞，我不明白。我觉得我们要对付鬼啊，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什么东西？我来跳。以后看到鬼啊，这样子。知道啊？他就怕又要跳舞，我怎么会怂？耶、yeah! ！冷静冷静，等下去拜神。哇，我还是最怕刚才那个突然间被吓到了。所以真的是一个头出来，恐怖到哇，被刮伤哎！我以前是这样，你看我吓到啊，被阿康抓伤，真的是太恐怖啊！是不是你自己抓伤的？哪有啊？对，怎么有可能会自己抓伤自己？难道是别人抓伤？OK， 那这次就留言，阿康下面很大，还有点赞破一万，你就来，我再来看鬼片，鬼片不要了 ，OK， 我们看好视频，Yes Yes， 这个日本我最喜欢，我比较喜欢外国，哎、欸，不要讲了，中外中黄标，中黄标，记得留言，阿康下面很大，点赞破一万，你就来，哦，我就来，OK， 那我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